好，来打第二局。Welcome to Summoner's Rift。这次不知道可不可以成功，应该可以。对，这种感觉。成功了。顺带一提，这个场次是白金的场次，白金分区二的场次。啊，没盖到，没关系。完蛋了，差几秒，差差不多四秒吧。哇，麻烦，盖远一点啊！不行，完蛋了。饭呢？饭，萨科其实，那可以吧？你知道？不行，猴子，饭。可以，真没输。饭的话，控兵线啊，控兵线感觉比较好打一点。他就喝凉水啊，完全不敢靠近。领先他两等呢。克制一下理性啊，他太烦。
打我用饭。饭其实是我最讨厌的 AD 啊，但对上的时候我又觉得他，我不是最讨厌，就是最废的，胜率最低。等待，可以，可以，我要快，我出发掉。并没有很多哎，其实还好哎，轻松，为什么这么困难？我在出比较关键性的装备，它应该就这个废掉了吧？没什么用，打我用饭，真的有病哎！李欣来，他不敢跟你冲。这，控兵线。饼吃，
差一点。世事不如意呀、但还能接受。看起来还快，以前应该拆比较慢。OK。知道我呢，被预言看到。这没有很好，差一点，那种事。跑不够快。多。
像不错，我的战机好看一点，值得凹陷，值得凹陷。再来，好开始。我觉得我跑的有点慢，55跟十差十能差多少？我的上路我可以一次吃掉。我们要吃给他们来守中路。57了，战绩越来越好，45% ，OK， 狙狙，20分钟。遇到饭了，那他是一个垃圾角。
我真的觉得他战士二射甲吃兵清兵速度很慢，你看那兵线现在才推进啊，但我不好杀他，讲实在太难杀。我觉得我走的还是有点慢，我破五百。哎呦，好准哦！吓到了，吓到了，吓到了，王八蛋！这里有。有点被拉回来，送有点多，没关系。他剩珠宝而已，我的巫妖之祸还没好，但其实蛮能玩的。早点出哎、欸！我的巫妖之祸出的话，拆塔太慢了。
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Now you don't!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Mm-hmm. 有点强，对不对？有点而已。一点吃不够。